你去上诉。打上了不是过过。今天应该会好很多。那结果不是过过了吗？忧望症，靠！哎呀，别烦！啊，又忘了，七十，不长记性，不长记性啊。你射太快了。哦，你是对这里有障碍是不是？哦。
师。哎、欸，今天应该看来很快就破了。选错了，一切都去了，一切都毁了。盖尔达是机器人吗？一切都去了，我没有选到黑的。搞变黑了，哇，什么鬼啊！哎、欸，下下下下下，钢弹吗？盖尔，林克哦，萨尔达，萨尔达，萨尔达没有，也很少玩了。RPG 类其实我都蛮喜欢的。但有些东西没时间玩。像时空幻境啊那些的都不错的。太空战士啊。NS 的吗？还是 3D 的盖？还是 Switch 的？哎、欸，前面不是一台车吗？欸、那台车嘞？哇！我把那台车打爆了。科学啊，PS2 了，萨尔达的我蛮少玩的。哦，我重来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么多红色的要打。
抄袭你。哦，别杀我！下面好，哦，真的蛮难的，我天哪！哇，又是这里。没血啦。啊！哦吼，这里就要死好多次。
该死的蚊子。哦，红色关卡，有装备要拿。感谢订阅。应该快破关了吧？哎，中间这个是最后一关嘛？没有啊，我现在打中间这一关。红色的不一定要打，对不对？妈，我刚才进去红色也没有东西。啊，不是什么，好像没有一定要打。啊，但是这个就还是上不去啊。你要穿忍者盔甲。忍者盔甲去哪里拿？对啊，但是就是这个不能过去啊。对啊。哎，你不是上去了？哎，上面上不去了啊，上面还有两针刺哎。对啊。对啊，那两个刺怎么过去啊？那你回到主画面，看有没有忍者盔甲。忍者盔。那我这个还不是最无敌的哦。一套都没有，看 L1 是不是？我什么装甲？对啊，所以缺右下的还是左上？左下。右下才缺两件呢。所以就在这八关里面还有两件没拿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不一定要选红色的嘛。不一定要选红色，是主机游戏用电脑啊。你就红色你就把它想成霸王模式啊。它没有，对，它没有，没有什么额外的，就是单纯的。啊，等看一下，查一下攻略。没有忍者套装不能玩的游戏，这是什么歌啊？龙哥不在呀、啊。先找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右边下面两个，
要找博士给嘛，对不对？缺手跟脚。万人机那么多、哦。啊，就死掉。嗯，脚跟手，三个，说翻译翻译有一大堆，一下一下什么顺顺风，还有什么顺便？我靠，那么多！北极啊，这没有那个冰的那只啊，哪个地方？脚，等下先。反正就往上走就对了。这我刚刚过了，我快就来了。赶时间，不要挡我！分歧点最上方是这个吗？好、啊，没有。他应该有一个地方是有开什么条路的。好，我尽量往上找。现在还在喷火。打完啦、啊！配鞋，别跑啊！刚刚我是走下面。这我上不去啊！可以吧？用那个自己开的跳跳板。哎、不是有一个石头？什么石头？这武器能不能用石头？这个吗？哎，看这边卡。什么？我在那上面吧。你看一下他们的邻居多久？在上。不能不能让啊！是吧？对吧？这可以踩吗？
这感觉不能踩啊。咖啡。又是这边，两边，两边都会过到这边。嗯，快过完了。已经过完了，那算你这个过完了。哦，你那边离开啊？不是这边啊。超快，终于找到杀他的方法。那个武器啊，有一个武器是这个，这个啊，妈直接弄死，一起必杀。啊！快没啦，对啊，要用冰块，要跑冰块上去。刚刚那边吗？对啊，应该是刚才那边。踩冰块上去，因为前面就没啦。对啊，前面好像打完了，没了。踩冰块上去。冰块上去先试一下，反正可以跳出来再进去。冰块是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小子真的上去吗？然后这个呀、啊？只能发一个而已啊。而且他不能放空中。对啊。啊。等到解落才上得去。打完第二个中头目，就是凤凰那个嘛。哦，解落嘛，呜，就是要解落啊。没有射箭解落，是吗？可是，可是解落血好少啊，干没事啊。解落没有拿爱心，解落爱心就爱心分散了。我靠呀！对啊，
啊，为什么杰洛没有那个啊？对吧？就是上面刚刚那边啊。怎么帅啊？可以啊。那你冲完，冲完就不能跳了。我看啊，我不会过不去吧？我说还没过去就死了。昨天没有啊，下来临时哎，这里吗？算了，可以。哎，这里就在上面了，哎呀妈的！废话，熟。贵特训十三呢？直接出去吗？不会吧？不打完也算吗？不是要打完吗？不用啊，不用打完了，你只要东西拿就可以了。是哦，这个这么奇怪。哇，这里直接要做文职，做完就可以收工了。啊。然后你按那个暂停键，你再用好了就。但是这里还没走过啊。人质吧。哎，这没有来过啊。哎，怎么？靠，超贵这个。等我玩完这个就去打。就打拳皇了，什么负那么多？砍完四下又负那么多，就是没有办法连续砍。哇，我剩一滴，刚好打完了吧？没有了，走了啦。啊？他竟然有王要打。那怎么打、啊？靠！哦，你他妈他比我还救急啊！没有，你开那个时候，你打地板的时候是无敌的啊！直接跟他换，谁地板是无敌的？妈的，太绝！直接跟他换无敌，无敌换无敌的，他没有无敌。啊，先发制人。不用先发制人，你等他捶地板，你再跟他，你跟他一捶地板就好了。啊。干扣好少哦，赢不了了啦。他只怕普攻。漂亮漂亮，这一手。扣好少哦，
哎，赶快无敌！哎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你还连续？你先死啊！啊啊！哎。我换好多了。你回来我就无敌。你又无敌。啊！我没有血换了。哦。你无敌，我也无敌。他跟大家一样，右手受伤了，是左手。杰洛啊，快死了是吗？啊，你买蟑螂屋，那先放那个，放两个。对啊，你先看下面箱子下面是粘什么？等一下顺便，我再帮你把那个清出来哈，晚一点再弄。剩脚啊，脚在那个槟榔的那个边啊。我也要开杰洛吧，看它一直是红色的啊。嗯，还是有呢。这节奏还不错哦，又是这个没有。看起来像在上面，靠！啊！啊！太滑了，让嘛！落血区，落血区。前面。这里啊，啊，又要截落了是不是？啊，又是截落了。
啊看你他妈你找个博士那么多陷阱就对了，博士就对了。找个博士那么贱吗？啊，可以走了吗？可以啊。你要站起来，然后最下面有一个那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哎，我一等一个跨赛，有一个门，选那个门。哎，你那哪等一个跨赛？选全部刚才的白拿。不用啊，怎么穿？就选进去有刚才，就是你点关之后不是有那个切换吗？啊，然后多出一个装甲的英雄。啊哈，圣剑装甲不用了。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忍者装甲。小林翻译一下。忍者装。然后就可以干嘛？武器就是用刀砍，然后有大铁刀。大铁刀是自己身边的，还有很多单眼伤害很高。啊！就不怕这个了吗？前影装甲，这个。然后我好像就按上加跳，所以能在空中这样。所以你这样。滚刀。哎。哦。然后他连在墙壁的时候不会跑。哦。因为卡在墙壁上。妈，陷阱有够多了。哦，他没有冲刺，他没有冲刺，恐吗？我还按呢，就是装甲特性不一样，他可以大跳，那跳不跳跳不跳很高，然后他的冲刺距离比较远，开始在蓝天冲甲，我也好。冲啊！这防御力很高啊！啊！为什么你要死在同一个地方？我不是圣斗士，我很容易死在同一个地方啊！哦，上面往我往上逼耶、欸！哦，没有，你那墙壁不能上逼啊，你只能站在地板才能上逼。哎、欸，而且还不能移动哎、欸，那要怎么过去？你在空中不能移动，你在冲刺过去这样。但是你那个爬墙的时候不能上逼啊。哦、对啊。等一下，不行，一定要落地，不能上兵，一定要落地。哎，我会不会大跳？你会不会大跳落地啊？好，OK。妈的，太难了。
就各设计关卡的。啊，烦！无敌的啦！什么鬼？什么？你要直接过去啊！我以为有王要出来啊！哈哈哈哈！哎。而且那个火，怎么感觉有点来不及冲过去啊？哦，我快破了，这应该会降下来吧？我应该来不及跳上去啊！哎，会降下来了，靠！没有，我只是先试，因为不可能直接冲过去啊，要慢慢的、啊，先抓墙上啊，然后再过去。对啊，我想说怎么可能冲得过去？这怎么一命通关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有啊，我刚刚抓墙上啊，我先看会不会烧到顶，因为应该不可能冲过去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动哎、欸，他自己下来啊、喔！对啊，会下来。我刚没有啊，醉酒就这样。还是要这样不会下来，也是会。没有没有，抓直接抓那个垂直的墙就好了。哦。直接这样抓，抓了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那、啊、怎么过去对面啊？
刷左边的墙，那怎么冲过去啊？我觉得他应该会围着边墙冲。我又跑上来吧，卖 gay 哦！你看一下去，冲！龟的嘛，你看嘛！因为你犹豫太久了，刚才那边震动超龟，犹豫太久了，还给我冲，真的冲上来！不要防他了，好吗？你想一下嘛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看不到就继续跑了。哎，我看错格子，白痴！我刚刚绿色的也是格子，智障。啊，最简单的来了！你别忘记你在穿什么东西，管他呢。我看好长的血。还好。他们撞快撞到你的时候就开大了。他们漏点血。啊？哎。哎，我怎么打、啊？要等他们眼睛跑出来。妈，我要大绝已经放了。哦，靠近不了啊！完了完了！完了，一定要等他。是吧？哦，没有冲刺哈、哦。哇！最简单的来了，放屁！
没有忘记对他有什么事情。嗯。但是我没办法闪过他们这个啊！爬墙啊，爬墙啊！大变，你按住通知键就可以大变。大概知道这一次。哎呀，怎么？哎呀，怎么搞啊？靠，那到底是跑哪一边啊？所以现在评价都太高，没看到。
嘎，他还不规则的，哈哈哈哈，然后我大绝还只能一次，大绝就三次，没有啊，我刚刚一次。你放完一次之后，你就做刚刚那样子嘛。啊。不是我看，看他们去放那个，放那个就是你用多长矛，然后什么技能的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别的啊。你怎么用这个？对啊。妈、啊、用砍的还比较少。啊！你看啊，你怎么猜哪一边？没了没了没了，你看要猜哪一边？怎么搞呢？狙，所以就是那个、啊、那个大绝招。嗯，哎、欸，我有一罐呢、啊，然后有一罐还有机会。打他半条，再用一罐换半条。左边还右边？左边还右边？啊！竟然还有一次！有，哈哈哈！说好的逆时针呢？啊，这次不行啊，这次没跳好。输了，没救咯。你看电视什么空？这在干嘛？过不了了。过不了自杀，干嘛自杀？你不要玩去死装对不对？没有啊，刚刚那一场赢不了啦。这边是吧？哎。啊！
你还给我回头草。他不用人手开枪，他真正的伤害更贵，所以我才说他不要用剑盾。啊！三一冠还是赢不了的感觉。村长真的破了吗？我看还会倒退路。哇，他越来越快，你先丢高哦。气在哪边？你要按暂停看。这个、哦。对。有两次的话，应该会赢。那我先一开始就先放一次。要马上放。嗯。尽量无损的时候放掉。用血换气嘛，一天二十五。嗯，打我加气嘛。两次应该就可以了。通常要转。啊！你看，妈，一开始猜哪一边就很难猜。那可以啊，再加上一罐 OK 的啦。你洗嘞？你还有一罐，这其实还好。满了。对啊，所以你等一下没血的时候，你再开一罐，然后就可以再放多放一点。还有几个？你看吗？靠！还分两个头。没有，另外一个在上面没办法大招啊。没有，然后在下面，他只招一些专家。啊，来，先吃一罐好了。打了11分钟了，打一次好麻烦的。你妈的，这速这么快就要来得及飞？不要浪费啊！等他下面的时候再归他。哇，这个最好理他。可以用那个就是用下的 KC 啊 X6 还好他气回的快，后面两只天打更难过，我有点什么，我无敌冲刺哦。接下来你就要打那个黑右边那个黑色的家伙啊。啊，那还好吧。他只怕床毛。他不是只怕冲刺吗？冲刺都要没效，你不是要用过了吗？不知道，要先吸住他再冲刺啊。我十二分钟。妈，打一关二十二分钟是疯了是不是？多来一点，恭喜。一样选他、哦。对啊，一样选他。不会又是一堆刺吧？
妈，还真的一堆刺。啊，你不会要黑铠甲才可以过吧？啊，应该还好吧，应该是还好。完了。垃圾走开，垃圾走开。被骗了。没有刺，我就是无敌的。防高啊！有吗？记得另外一边那个时候兵长也玩到这里，就是那个兵长的另外一边也有路。还敢找我？哎，这个还会把我击死啊！血的屌高。用那个精灵的武器射，用精灵的武器射比较好射。今天武器是哪一个？可以啊。集满吗？还是不用？没有，就补上去了。把那个小树还挡住了。下面那个怎么样？啊！
我靠，你还会逆回我？这这么脆弱的吗？整个重打、啊、真的耶，我靠，哇，磨人心智啊，这游戏。这是直接下雨那个吗？对啊，直接下雨那个。那边应该比较好打点。我鞋子，中。自好自难。那边好需要那个那个装甲可以用，但是我打网又很累，不要。倔强的我。我昏倒，我心肝无肺啊！没补血啊！有一罐嘛，
哎，差点忘记那个，差点忘了那个。哦，我吐的时间还剩一小时，是这个诱惑。哇，气死了。稳定，啊，这里要这么高、啊，开个重来，哇！
一只的话还没来。分享的话还没来。分享掉。分享掉。完全吗？哎呦！又是这里，怎么搞呢？怎么过去呢？哎呦！哎呀！啊！心累死！是吧？这不是他不是跟上次一样打法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用过，我没有用过黄金铠甲打，我是用一般铠甲打。对啊，可以啊。这些怎么最简单的来的？你打一次完的话，直接你可能。可能过关还没有十分之一、啊、就是死亡是最弱的嘛。说了亡，说了亡是最弱的啦。啊！哪里搞？
你死嘞哦！对啊，就是在找一个，应该用这个的靠，哎。哎，我要先跳在那个嘞哦。那至少还可以让你从这边开始接段，而且不让你从这边开始接段就难受了。对啊，就是什么沙八都要从那个，然后从那个不要直接从头开始。对，最后一关了是吗？没有，你是打那个，应该你是打那个凯特博士而已。凯特博士后面还有四张，凯特博士右下角那只啊。嗯，你应该是他了，没记错了。最弱的又来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因为我基本上他只怕自己也知道，不过黄金冲刺对他没有效。打打看吧。没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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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！你怎么打他放出来的武器而已？打他放出来的武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不是放个球吗？你把球打爆之后，会往两边弹。啊，那个打到他才会造成伤害。哦，然后你不能往黄金冲去撞，因为黄金冲去撞就是整个球不见。哈哈。哦，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卡的。这是什么东西被吸住的？哦。那时候撞他搞不好可以哦。有感觉，那时候撞他搞不好可以。
再见。什么鬼啊？要累一个这种东西啊？被他一直撞就倒了、啊。哇，他撞人比人打人还痛。通常我跟你系列，就是洛克人系列都是那个王撞人比较痛。王撞人的伤害比他其他还要痛。你疯了吗？让我试一下那个，我们那个啦，机器的真的没事。哎，没办法。不要。不要吧，不要三百多万，没事。不行，果然很难。我打爆还不行，哎，不能打爆啊！所以才不抓他。有的黄金冲刺可以直接刚好一起，就是要刚好那个试一下。就是让我刚，哇，这怎么过啊？我靠！用那个啦，继续的身体回去，就是边跑边乱说。嗯。很怪，不是射他，是射球，射球，了解。因为那个地气他是乱射，所以这样子不管你在什么方向都射得很好，然后就变闪了。对啊，就乱闪。嗯，可能真的是只有这个方法。这关机卡拉掉了。
崩溃六。不能啦、啊，剑铠也没有用啊，他只怕自己的子弹。不要累着。哇！啊！啊！嗯，我要破关。西格玛应该撞死啊！这一场打得不错哦，干一直放那个了，一直放那个，你妈人！不要掉下去就好。我看你还有新招。白痴哦，还有新招，我看会。还长招啊！我一关就磕下去了。
啊，没一贯了。我们换个年就一贯。哎呦，靠了哎！我拜仁常招啊！那一罐就磕了，哇，这怎么过啊？重打啊！你还说装甲会无敌，无你妹，死得这么惨。给我一罐啊，哇，还重过了，没一罐过不了。你不用再打得过，你再放，不用再打过，我不行。再给我一罐，给条活路啊，大哥，一直撞。哎呀，刚刚是最有机会过了，没了啊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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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都没了，我没有一罐，可不可以买啊？啊，最多打三分之二。
好久了，不放了，不放了，不放了。哎，哎呀，就差一点点，我要一冠！妈，凤凰光的在哪？烦死！凤凰然后拿过了。蜻蜓的蜓，你选龙族开的？哇，我怕被刺死还是干嘛？随便的。为什么这里又变暗了、啊？我选那个红色、绿色的效果，红色代表效果。我选红色吗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好像在上面。在上面啊，我怎么上去啊？怎么上去上面那一段？我靠，不要劫落吧！谁叫我你们妈的东西在输？我们要去死！没有啊，亲。
多。哇，等一下，那你用忍者进去啊？欸，可是忍者不是不能用那个？忍者不能用武器啊。哇！哇！又要重来打那边哦。我也来啦！要是这里，妈的！哎，中断。哦，我这么快下降干嘛？
啊！毁了！李聪快了！放流啊，连摄影都不会。我变什么？因为你做过本身，你要对你比较，他们比别比较。不知道。我又出来啦。来了。嗯，我一般。
一罐要怎样子啊？你一罐没有满，不是满血啊。一罐要怎样才会满？要吃补点啊。吃那个蓝色圈圈那个、啊。吃那个白色圈圈、黄色圈圈那个啊，对不对？那不是补血的，你要吃补血，它就补一点的一罐的。啊，但是好像没什么补血。刚刚那个不行啊，距离不够。先死一死，下一场再打。幸好你没有最智的印象，这只太贱了。啊，又来一个了。没救了这局。有点想喝，不要了，喝了不满了，你喝了大概连半杯。最后啊。但剑还是会自己受伤啊。
啊，被撞太多下了。为什么我给我卡在那里？心累哦，忘了啊，心累，嗯，心累，心累，先喝个东西，嗯哼。哎、欸！换血了啦！不要被他撞到就好了。哎！他妈不见！撞到！可以哦。不要被他撞到比较重要。哇，来了来了，太恐怖了。放不放球啊你？你要砍到砍一辈子好啊！砍这个没撞到亏了。你把它打掉。我自己吸收啊。啊！这 NPC 设计太龟了。竟然被撞坏半条了！啊，后面全部没打到他了。撞坏了，真的很贵这只。再打动一下再说。
特龟，特龟就算来放红球，跟你拼了啦！没关系啊，拼这一次啊，拼这一次，你给我放红球！啊，中了一个大伤啦，没了，过不了了，哈哈哈。最后一次，哎，没有一块没完了。死了打拳皇去，对啊，有中的话，干嘛想要撞破红球的说，我 good lucky， 啊，真没救，我再试一下，扣太多，厌世厌世。村长用轮子装过也太强了吧？没有啊，轮子装打这个是比较好，因为轮子是用刀子打，轮子只要继续砍一发，那个球就爆开了。哦，轮子极地只能用刀砍。超龟不放球，这能吗？超久才射球，你知道？
我没有要这样啊。啊！看射不掉红球啊！啊，没中啊，垂儿！哦，机会耶！哇！看这个换血换的有点多啊！换血换的有点多。表示表示你好烦啊，怎么一直来找我？啊，今天跟你耗上。我跟你杠上。啊！你的位置不对啊！啊！很贵耶，没了啦！那个球放在那个什么烂位置。啊，没救没救没救，自杀自杀自杀，厌世厌世。
对。我也不防了啦。啊，我血比他少。啊，中这一个就没救了，没了，人生，人生。人生啊！那人生，人生，啾啾啾啾啾！你们看，这辛苦被用了，我要一发不停的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这龟发球，你看。哎，这太久不发球了吧？不是，老板，这太久不发球了吧？换边发球。用无敌撞有机会。没关系啦，慢慢耗好了。慢慢耗啦。而且他这一场发特别快，他可能觉得你他很烦了，不要再来找我了，自杀。有这一场我没用。你他妈过来。没关系。哎，那斗是什么东西？打到那个门啊，就是大算了啦。至少有无敌。Thank you.
完了。哎，看他还无敌！哇！啊！干，我好像会先死。啊！我没有了，我要先死了。哇！哎呀！一线曙光。什么？这里还有人会禁言？怎么？我到这个节奏打下去应该是可以。太难抓了。机会，十点就过了啦，你死的呀！十点就过了，敢冲左边，干没爆，完了，你这时候给我射，我很尴尬。
还有十分钟了，不用怕。看那么蓝色爆吗？没有，因为要挡住。啊！被装太多下了。啊！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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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还没砍剑的时候，损半条就差不多过不了了。黎明曙光来了，再丢一颗，干哪嘞？啊！撞到他太多下了啦！感觉一直撞了啦，没办法啦，拼有没有撞破而已。洛克人竟然要一直逃！啊哈哈，谁先死？哦，世事难预料哦。哇！看看，哎，什么东西？看看什么东西？
哦，还好一直按撞哦。你一定要打逆转胜吗？啊，你才原来是你是穿黄金盔甲的。看到没？十点前就破了。最弱的王要来了。他妈最弱的 boss 给我出来。怪吧？谁打？他今天刚刚已经被刺入太多次，所以他现在看到词汇反感。这是什么？重打八字了，妈老梗，我最喜欢打王了。我刚看你是被王打，然后有黄金铠甲，他打了很轻松啊。哦，你去死！怒气满点，怒气满点，你去死！垃圾。我先补一罐。点火拼，回家啦！回家啦！他直接卖一罐就好吃了。
车一样好，就是我们就觉得太高太紧张了，不重吧？不重吧？不重吧？走走走走。他其实有些关卡是致敬的，跟你在的，他都一模一样啊。就只是往常不一样而已，不是说明自己就差不多。他做的很帅，他都做不到。他跟他老婆怎么讲的？那你们？OK 的，杰尼龟，就是把他背上两只杰尼龟，像才叫破天。然后杰尼龟生气了。哇，杰尼龟！不吃了，一条就够了。我休息啊，我得跟乌龟啊，我想一起消毒的好。不是，你那个没有，也就回一点点，然后再，也就回一点点而已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一个在墙上没有。啊，这里。他的腿，我看。我会被冲进去的。没有啦，最后一滴血赢了，知道怎么打，一罐早就用光了。你们还想有点戏份是不是？还有那个小飞机可以用，还有那个小飞机。
不然就摔下去。最弱的又来了。这真的是最后 boss 吗？这真的是最后 boss 吗？哦，哪一只啊？哇，你俩血条有点长啊！没有黄金冲刺，怕什么东西啊？来撞下去啊！互相伤害啊！哎呦，我调的按钮，靠！调到按钮了。原始人是啥？沙发是腐烂的。原始人呢？现在这样就是原始的。真的吗？改变他的我爸后面的。这个呢？哎，不能哎。啊！啊我什么啊？过，这一次就过了。妈，三小时。有点不行，你妈早死！超冲的我，超冲的我，哦，哎，赶快补血哦！有命没有让他整个重打九高。
找你们一个人。哇，好啊，好啊。哎、欸，这很难，没有这个怎么过啊？哦，这没有这个怎么过啊？你可能太难了吧？啊，那个只能转跳。他妈，终于破了，垃圾游戏，6个小时才破。